跟涂玉涵两个人撞在一起了，但是这个篮板球也是有巩固住的。哦，是。就说宁愿两个都抢，也不要两个不抢啊。对。涂玉涵转身过掉了、，nice play。这个 roll pose 的脚步非常的精彩啊！哇。再来看，这是前面涂玉涵。上课啊！哇，这球转身非常的漂亮啊！对。